我已经把目标发到你手机了。长得还蛮帅的嘛。不要画错重点。我告诉你，目标锁定了，你只要盯紧就好。切记，随时向我汇报，知道吗？那有什么问题？颜值越高的，我的行动力就越强。那我走了 ，boss。等一下。怎么，舍不得我离开啊？你的鞋。我知道，我穿上它特别好看。脱下来。我不要，我喜欢它。你再怎么喜欢，也不可以穿着它到处跑啊！脱下来。一定要吗？叫你脱就脱，脱。什么时候从我这边摸走的？不行，得多找点线索啊！哎，请问一下，福利社要怎么走？那边。谢了。那福利社没开。老板都不在了，谁买东西给你？很快就会有了。气死我了！终极一般的拳王根本不讲理，尤其是那个叫孤战，的确是个嚣张的家伙。为什么紧要关头气温要升到27度啊？不是气温，是值的体感温度。都一样了，结果还不是让终极一般那些人侥幸逃过一劫。值，超过27度真的不行吗？那万一以后我们遇到强敌该怎么办？所以啊，你们要变得更强。不管了，总之孤战的那句道歉我要定了，而且我要让他在太阳底下说100遍。是在太阳底下，还是在太阳底下？你在说什么啊？值，你说呢？不管是道歉还是赔偿，我都要。嗯，这是原则问题。只是雷霆现在在哪里？按照白天的状况看来，他似乎没有回到终极一班。但是他身受重伤，他会去哪里啊？芝，好像有人在追捕这个女生。附近好像有一些高阶的战力指数活动着。去查这个女生是谁。真是好心没好报。要是当初知道他是终极一班的老大雷霆，我们就不应该插手，这样也就不会和他们扯上关联了。口嫌体正直，我就不信你会见死不救。你又知道了？我就知道。那又怎样？人是救了，但也让他跑了。那个笨蛋大概以为我们就是追捕他的人，所以才会趁机逃走。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。我们只是来这里旅行的，要不是因为救他，我就不会流汗，手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就为一块红斑，你打算一路插手到底？你第一天认识我吗？对啊，当然要找到他，让他为值得守负责，不然呢？你们开心就好。喂，你们去哪里啊？我肚子饿了，听说这附近有家很棒的美食店，怎么样？要不要一起去？要，我肚子也饿了。啊！我鞋带掉了，你们不要走太快，等我。芝，你觉得终极班的人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啊！太阳，人呢？后来发现了，是我摸到自己的手啦。金宝三，我叫你去调查小苹果，你这边给我讲鬼故事啊！
武丹哥，消消气嘛！你不觉得现在的气氛很适合讲鬼故事吗？哎，你觉得呢？啊啊啊、我觉得人家是有备而来的，上字卡。英国国际高校，传说中的贵族学校，有人说他的校区隐身在众多商业大楼之间，也有人说心中有小苹果，到哪儿都是小苹果。我们要知道是人。不是学校，好嘛好嘛，太阳，太阳，传闻是全国最大矿业主的独生女儿，也就是人称的土豪女，因为个性冲动，有赤焰小辣椒之称。刘晨，皇族后裔，聪明冷静，温文儒雅，俊俏外表，人见人爱，但却是绯闻的绝缘体，是谜一般的男子。十，万国国际地产集团的公子哥。玩世不恭，有傲气，有赤子之心，但有时却幼稚的偏执，是神所眷顾的男子。不仅智商超过180，连身高也是。身高超过180？那、啊、你是有超过180呀？我，当我没问。由我来帮大家回正题好了，大家不会很好奇吗？为什么他们要抓走雷霆同学啊？我比较好奇 ，King 那么强，他们三个绑得走吗？也许他们三个的背后有更大的指使者呢。如果这样说，那个幕后高手，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？为什么要针对雷霆同学啊？不，也许不只是针对雷霆。嗯，这样你为什么这样说？昨天晚上。我亲眼目睹了傻玉鼠他们在河堤边消失，那种消失的方式，如果不是高手，根本办不到。啊！可是雷霆同学他跟傻玉鼠他们那群人有什么关联啊？他们有什么共通点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问题怎么那么多、啊？硬要说共通点就他们都是异能行者吧？哈！那我也是异能行者哎，他们会不会来抓我？啊！你可不可以不要再问了？我想我们还是先回重点好了。我们现在应该也只能够去找小苹果三个人，所以直接去要人。金宝山，你那张学校照片在哪里拍的？哎、欸，那个修大师啊，我知道你因为搞丢 King 啊，所以没办法对东哥交代。我刚刚不是已经跟你讲过了吗？小苹果国际高校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，一般人是找不到的、欸。找不到，你都拍到照片了，难道不知道学校在哪？不是啦，那是我在网络上抓来的啦。网络上抓的，金宝山，不要生气，我是谁？我是金宝山的，给我个 tempo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小苹果出没排行榜，战斗过啊，鸵鸟扑霸奶茶店，应该倒闭三星专卖店，小苹果出榜，小苹果国际学校，你是谁？金宝山，果然，你怎么看？这个时间点，这些店都已经关了。不如我们明天一早分头行动。太阳，人呢？站住！我不是你该爱的那个人，不值得你。太阳，人呢？放开他！要放人，我何必抓人？那你一开始就不该抓人。你有这道口令的。我就是啊。莫名其妙。放开他！要放人，我何必抓人？那一开始就不该抓人。你有这道口令的。喂，你们两个不要讲同不一样话。人家看你还是看怎么摸呢？那你又何必回一样的话呢？好，是你逼我的。夜晚最适合打斗了，这是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
牌里出牌，相传是由英格兰女王血腥玛丽所珍藏的占卜用具，占卜结果奇准无比，道尽世态百僵，但也因此吸收了不少不满结果的受战者怨念与愤恨，成了每值必中的暗器。是审判，必须选择做出清晰的判断，否则点点点。什么点点点？给你猜啊。我猜怎么猜啊？不猜我就揭晓答案了。出来。走了，竟然无法压制他们。走，别跑！太阳，算了，别追了。多谢这位大哥出手相救，请问……哎，新来的，什么都不要问，就算要问，也应该是我黑龙来问，懂吗？还有，少在那边肉麻了，我可不是来救你们的。那大哥是……他，你耳聋吗？就说不要问了吗？不就是讨厌人家爱我的事不行吗？那我来问。雷霆了，雷霆，他在哪里？我们怎么会知道他在哪里？不知道。你少诓我了，终极一班同学都说了，雷霆在你们手上。他们是这么说的吗？啊，就说你叫你别问了，不是吗？那别问好不好？别问，把雷霆给我交出来就对了。五分钟，我只需要五分钟。一问出我老哥的下落，我马上把人还给你们。没问题啊，只要人在我们手上，十分钟都可以。哇，是不是啊？这么大气啊！那干脆这样啊，五分钟加十分钟，总共16分钟，可以吗？看来我们遇到疯子了，而且是个很强的疯子。别跟他耗时间了，撤。醒来的身手挺好的，跑得挺快的嘛。喂，回来回来，五分钟就五分钟，我这人不坚持的吗？计时开始。还有他没追来，否则凭我们三个，就算联手也打不赢他。但他好歹出手帮了我们，只是，是谁要绑架太阳了？是终极一班。终极一班？刚刚我在打斗现场捡到的。是白天终极一班的人用来侮辱我们东西。对呀，竟然派人来绑架我，实在太可恶了，来阴的。是，你怎么看？什么怎么看？当然要找他们算账啊！这次不是让他们在太阳底下道歉100遍就算了，我还要让他们全部都给我跪下。没错，让他们跪在真山上。他们实在是太狡猾了，白天不过是呛他们一句，马上到处放话说雷霆在我们手上。刚刚来了一个疯老头。谁知道下次还会有谁来问我们要人？是，我觉得雷霆失踪这件事情并不单纯，有人追捕，有人找寻，而且我觉得不是同一票人。你确定不要收手吗？这个问题很重要吗？你已经讲了3遍，可是事情已经变复杂了。变复杂的不是事情的本身，是我的心情。啊？什么意思？你的心情不好吗？你觉得被人泼脏水心情会好吗？
尤其是对这个有洁癖的家伙。也对，我现在的心情也变得复杂了。就算现在不回去，顾贝贝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回去的。要我去阿美丽卡学院，不可能，这是原则问题。对，我们做人就是要讲原则。我不是你该爱的那个人，不值得你。阿爸的管梦，救命！伯父，啊，怎么又是他？他不是睡在欧主的房间吗？三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三。爸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真的假的？梦游？他以前没有梦游过啊。三，对不起，吓到你了。没事了。你爸在干嘛？爸。爸。你是不是以为睡在书房的是我？是我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哎呦，爸，你不要再装了，我都看出来了，转过来啦。哦，是我。死你妈谁？伯父早。爸。你不要再这样肉麻当有趣了，好不好？你到底为什么一定要亲到我啊？儿子啊，你妈妈没事哦，就纠团出国，爸爸没有人可以亲啊。难道我亲我自己宝贝儿子，这样太过分吗？话不是这样说啊，你这样会吓到站的。我没事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儿子、啊，爸爸辛苦了。我不要，爸，你走开啦！我去避开了。一般的爸爸都是这样吗？走开啦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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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爸爸不闹你了啊！爸爸等一下哦，做早餐，你们两个赶紧准备一下，待会儿下来吃早餐，知道吗？好，谢谢伯父，别客气啊！等一下吃，下来吃早餐啊！赞，对不起啦，我爸平常真的不会这样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他突然变那么奇怪，你应该不会在意吧？不会啦，被伯父亲到还 OK 啊，要是被你亲到，我一定连夜搬走。女朋友？哎，你干嘛？你现在根本没地方可以去，困你又搬到哪里？你搬到……你不会来这干嘛？你搬！哎，伯伯，伯伯，啊，完蛋了！两位大哥，不是约好说八点要去小苹果高校吗？现在都几点？几点了？哎呦，要是被古代哥知道我们现在才出发，我们就倒霉了。老大，对不起，我睡不着。不要跟我讲理由，那个地方很远的。Go！ 福利社重新开张哦。几点？欢迎来啊，要来啊！知道。同学，同学，可以给，要来，要来哦，记得要来啊，记得要来。有。同学，欢迎光临哦，同学。敢问是新来的福利社老板娘吗？哎呀呀，老大，你不是说迟到会倒大霉的吗？孤单哥他会就……孤单哥他是谁？我认识他吗？哪个单位的？太阳很大，会晒黑的哦。同学，你人真好。
人呢？难道是知道我们要来报仇，所以全都闹跑了？看过日月星辰，有些感情。